袜子湿掉，然后其实你是来了来了来了，进了进了，气氛一百，进了进了。头几二百了哈，是。线上的朋友，头旗我们已经进到庙内了哈。感动的时刻。相信经过这两回合，大家。来，现场看到的是我们的千顺二将哈。已经来到了这个庙的前方哈，不远了哈。是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千顺脖子上那一串？它其实不是咸光饼哦，它是清水的奶油小酥饼哦。好帅哦！因为我们的千顺是由我们的清水装泥团帮忙服务的，所以它挂的是清水的奶油小酥饼。就把那个清水的奶油酥饼搭配上来，这叫大人入门啊啦吼！你看这气氛气势一把，你看出来啊哦。而且很特别哦，你看我们的千里眼呢是走在前面的哦，是大哥坐前面的哦。我们都知道呢，千顺二将的手呢是这种绳子呢去来做一个摇晃的动作哈、哦。那也非常的威严哦，我看已经你也杀嘛特别帅了。将军也入庙了。嗯，我们那里好像比如说我们教班也已经在庙里面准备了，要等妈祖回来。虽然说分教过后哈，分教过后就换头家跟教啊，不过咱的大教班进吼，今麦这个时间嘛是伫个庙的吼，要等妈祖入去。太厉害了！距离入庙的时间呢，现在是3:48了哈。那我们就一起期待，还有12分钟妈祖的大驾呢，要回到我们的庙内哈。线上的朋友，目前是 FB 是4700多人了哈，我们继续冲一下，看能不能冲到6000人以上哈。我们日本的这个是记者小姐吗？我看她也在期待喽，手上看着数字秒数，然后带着 GoPro 准备要跟着跑的感觉。好，4800了哦。风真的非常的大呢，大家有在画面上看到我们的幸福歌吗？哦，看到幸福歌了。
的确今年的人潮哦，真的有一点让妈祖要入庙呢有很大的这个增加困难度哦。那这种感觉啦，还有刚刚那个君毅有特别去提到，大家手机拿着记得也要把你们的左右两边呢放开，给我们妈祖呢准备要来进殿了哦。错，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抢拍这个画面，真的，因为你其实这样一团混乱，你其实拍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这么好看。对，真的。对，要真的要好画面的话，其实分享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是，其实现在想一想，也真的很不简单，11万人带出去，我们要11万人平平安安的带回来。而且我们现在 FB 的人数呢，已经来到了5000多位了。好朋友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待会高潮入庙的时候呢，看能不能冲超过7000人哦。带着满满的祝福哈，我们线上刷一波锦哦。哦，我们的投香灯也进到了庙内了哦。庙内了，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是在做一些准备哦，希望更靠近庙前这个庙门的地方的人群，可以让这个妈祖的神轿呢稍后要入庙，能够啊空出一条路来哦，让大家今天能够看到一个圆满的画面。那所以呢，此刻呢，如果您正在收看直播，也刚好正在这样的位置，也麻烦就请大家先在外头将秩序能够帮忙做好维护哦，以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啊进香的这个最关键时刻的这个回宫入庙啊，能够非常顺利跟圆满。好，我们的这个八人大轿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拱天宫的这个方向在前进当中哦。那么稍后距离妈祖所看的良辰吉时4点钟，那么其实已经不远，还有9分钟。北港朝天宫的蔡董事长现在也在现场哦，是，看来送妈祖启程，今天也来接妈祖回宫，然后中途也在这个朝天宫这边做妈祖很重要的接待，那所以说是双方这边大家都有非常是就是白沙屯跟北港的情谊互动是真的都蛮密切的，是。这也算是一个全程都在这整个这个仪式当中的参与哦，让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整个盛会呢是非常非常的圆满。是啊，像今年在北港进火的时候，我们有700多张、703张的书文，真的是一张一张烧，就是给嘛，就是一张一张烧，然后真的是烧到手酸。我有看到蔡董，就是主委烧到手酸，主委一直烧，是，然后蔡董还说未来可以倒沙缸后不接力赛吧，还有大家的书文把它画掉，把它画完哦。这11万人的字呢，将近是乘以3，那个文字的一种正能量呢，满满的带回来到我们这个炉内，真的感觉就是很棒，超棒。这个整个是严阵以待，大家现在就是在等妈祖看的时间，准备要进来了，现在倒数还有7分钟哦。刚刚君毅啊，我们有特别去提到啊，其实在教班行进的当中是完全不语的，对不对？教班基本上我们会说教在肩哦，不管你平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一定要严肃以待哦，因为那是一个责任。对，带我们这个宗教呢，其实常常有一句话，多做事少说话，那自然而然呢，你就可以培养出一种默契以及正能量给我们这个周边的居民，跟着走就对了。因为我也是因为说你少说话的时候把心静下来，对，才更能感受到你的信仰要带着你去做什么。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浮躁啦，那无心的这些言语呢就会刺激到对方，那妈祖呢要我们不说话，感受这种平易近人的宗教形式呢，那也可以很顺利的圆满的走上我们现在的最后一里路。
可以看到现场的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喽。大家现在在讨论待会入庙以后哈，待会入庙以后的一些该怎么样子进来会比较顺利。好，那当然要顾及现场的状况。那现场的朋友，我们再次呼吁哈，如果你在现场的朋友，请你尽量帮我们往后退哦，因为大家看到轿子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要看到轿子，又可能再往前推挤了一点点，其实是蛮危险的哦。所以拜托大家还是尽量帮我们往后退。我们线上 FB 的朋友呢，已经来到了5800多位了哈，继续冲一下，在入庙的同时呢，一样给他冲一波哈，让我们一起感受妈祖的正能量。人数越多，财气越多哈，是智慧的财气哦。哇，我们空拍的画面100，气氛有够漂亮的。众人屏息期待的时刻呢，即将正式的到来。现场的哨音响起，一切都在就绪状态当中，就等妈祖神教。线上已经超过6000人了，继续继续冲上去，一起迎接妈祖进殿哦。已经看到这个红地砖哦。表示离已经进来了，很近很近的地方哦。这已经将近有多久的时间，妈祖没有在正月出门？多久的时间吗？据我了解，应该是前几天才记了一下，现在又有点忘记，11年哦。往常都是在这个妈祖生日的前夕，对不对？倒也没有一定，因为我们在择日的时候，本来就会给他一个相对的弹性，让他去选择。是，那我们更可能是从2月、3月、4月、5月，然后再回来问真1月、2月、3月。来来，我们人数一直在攀升了哈，这个非常神圣的一刻，还有2分钟的时间哦。去年很热的时候我们走回来了，今年很冷的时候我们平平安安的走回来了，是没有错。对，今年真的温差好大，大家进山路上是真的辛苦了，听说衣服都不知道要怎么穿，怎么准备哦。但是很棒的是，好像我们都没有遇到下雨。没有下雨就是万幸的，超神奇的。下雨又去年还有遇到哦，对，去年今年就没有了。去年还好是没有这么冷。对啊，对啊，所以冷反而不见得说不是好事啦哈。那下雨的这个东西，有时候脚呢的这个起水泡的力道，反而是增加行走的困难。下雨是真的最难走，对，下雨下下去就真的鞋子袜子湿掉以后，其实你是来了来了来了，进了进了。进入，进入，线上的朋友，进入，超感动的，
正式回到了永天宫，就如妈祖所预示的时间，四点钟准，超准时，正式的进入了永天宫的正殿当中。哇，我们线上的人数也突破了7000人了嘞！超感动，而且顺利一门就进来了。好，线上的大家，那么继续一起来恭迎妈祖，准备要请入正殿。哇，我们要进龛了哦。庙内应该会响起一阵的大家的对妈祖的敬崇的呼喊。我们的欢呼声待会记得咯，我们一起将妈祖恭迎回宫之后，要将她恭送进入正殿当中安坐，然后稍后的红布帘也会再次的关上。对，没错，带妈祖进到神房之后呢，我们的红布帘就会再一次的关上哦。是，现场的朋友，我们的罗手，我们的赵帮佬的双手合十，等待着妈祖出来的这一刻。也感谢妈祖啦齁，在这几天的绕境的进香的过程当中呢，进香。